讲电解质溶液的活度跟活度系数，啊，这是电解质溶液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啊，这个概念我想我们在热力学里面已经提到过什么叫活度活度系数。那么它的由来是什么呢？一般我们说我们溶液，比较稀溶液，我们解离的时候它的平衡常数，那很简单的吧？平衡常数 Kc 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我们说举个例子，我们说 AB。解离成是什么？解离成 A 正离子加 B 负离子吧。啊，那么它应该等于什么？你应该是等于浓度 A， 啊，浓度 B 对吧 ？B 上什么？浓度 AB 对吧？但是呢，因为如果入电介质的话，那么它什么？它没百分之百理解，它的浓度就等于什么？应该等于浓度是除成什么阿尔法，是吧？阿尔法解离常数 A、B 这个阿尔法。啊，解离掉了。那下面呢 ，C 呢是什么啊 ？AB， 啊，这是没解离的，就是一减阿尔法，对吧？啊，你啊，那个啊，这是这个。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说平衡常数什么？是这跟温度有关的，跟浓度是没关系的，跟浓度关系。但是后来发现，电解质强电解质溶液它全部解离的，那么全部解离的时候，这又没阿尔法了，这又没阿尔法了，那就是它的。就全部解离了嘛，应该平衡常数这个，但是发现这个平衡常数什么是跟它浓度什么有关的，而不是一个常数，不但跟它温度有关，而且跟它浓度有关，温度有关。那么你要保持有两个办法，保持平衡常数不变，什么办法呢？就这里不是用浓度了，要改用什么？改用活度，改用活度 A。啊，要改用什么？改用活度了，啊，改用活度了。那么这个活度概念就是什么？就体现出来，就它实际上跟我们实际的电解质溶液的实际的浓度的差别啊，它在溶液里面体现这种性质啊。这个平常是我们将来还可以什么？可以来求查很多热力学性质嘛。跟它热力性质，如果我保持原来的热力性质，它跟浓度什么？实际表现出来能力跟浓度什么？跟浓度的差别啊，就用什么？用活度来表示，活度表示。那么有了活度表示，一般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活度系数，因为活度跟浓度之间有一定关系，就活度就等于什么？叫活度系数就乘上什么？正常的浓度啊，正常浓度啊。像我们这是我们 m 是摩尔浓度啊，摩质量浓度的话用一个，或者是不是用摩质量用用一般摩尔浓度的话，就伽马什么？伽马是 c 啊，伽马 c。所以这差别，所以这个样来呢，就是我们就引进了一个活度跟活度概念。那么下面我们来讨论电解质溶液里面活度跟活度系数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系的。好，那么我们第一个来讲讲离子强度跟活度系数。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理想溶液跟实际溶液的差别。理想溶液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化学式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标准态的化学式加乘上什么？乘上浓度。所以乘上这个 RT log 什么浓度，这是实际浓度，这是标准态的浓度啊。这个标准的浓度实际上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要注意，因为是 log 以后，所以这后面什么是没量纲的。log 里面没量纲的，为什么？它的浓度的单位被什么？被标准的浓度单位什么除掉了啊？除掉了。所以这是没量纲的，所以可以去 log。所以否则有量纲的话，你去 log 就不行了。这有我们最简单的最早的哈利定理。那么实际溶液就是什么？为了要保持跟上面的一致，保持一致，还是用这个公式，那我们怎么办呢？就用 μA 等于 μ， 这里就是用 m 是肯定不行了，那么用 a。那么 a 等于什么呢 ？a 就等于就是说，这是相当于用标准的浓度了，这就相当于啊活度系数，就活度系数除浓度就等于它的活度啊活度系数。好，那我们说。实际上当无限稀释的时候，无限稀释的时候伽马什么伽马就取决于了 A 就取决于什么它的浓度了。浓度了。那么也就是意思说无限稀释的时候它离子离子相互作用没有了。那么就什么
它就是什么，浓度就是等于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它的活度了，或者说活度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它的浓度了，那么活度系数等于一了。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活度的产生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电解质溶液里面的离子跟离子相互作用啊，离子跟离子相互作用，因为没有离子离子相互作用的时候它就取液了嘛啊，所以主要是离子离子相互作用的关系。好，那么我们说对强电解质溶液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它一个强电解质溶液它全部理解，就理解成什么 μ 正的正离子加 μ 负的负离子，这是 C 正 C 负啊，这是 C 正 C 负啊。那么每个离子，对每个离子来说它是什么， μ 正离子它有自己化学式乘上它的活度，那 μ 负也是自己化学式乘上它的活度啊，这是比较可以理解的啊。那么总的化学式啊，总的啊，化学式等于什么呢？等于叫正离子的化学式。那么一共有多少正离子呢？解离了没有正的啊，还有多少负离子呢？没有正。那么解离出来的什么？这化学式就真正的好。那么把这个化学式用上面的啊，用活度的关系带进去，那么又得到什么呢？得到这个表示没有正啊，加上什么 RT log A 啊，然后呢，这个是什么？这是没有的得到的关系。那么后面的关系是什么呢？就μ 正啊，那个μ 正 μ 正那个标准态的，加上μ 负 μ 负啊标准态的。那么然后呢，再把这个，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已经把它什么把统起来了，因为后面两部分，这两部分啊变成这里了。那这两部分呢，都log 相加嘛，等于 log 相乘嘛，就到这里了。那这里等于 RT log 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这关系我们以后要用，我就留在这里啊。照这样关系是什么？就是说，那么等于 μ 等于什么呢？ μ 等于 μ 标准态加上啊 RT log A 啊，这个 A 啊，这 A。那么它等于什么呢？等于分开来就告诉它 μ 正 μ 这个我们正下的下面正标准态加上 μ 负。μ 负状态啊，那么这是什么？加上 RT log 啊 log， 那么这个 log 就等于什么 ？A 正 μ 正 A 负 μ 负啊负啊。那么实际上最后呢，我们就得到什么？得到要关系是 RT log A 等于什么 ？RT log， 这是什么？就是 A。正 μ 正 A 负 μ 负啊，是吧？那么也就是说 A 等于什么？ A 就等于 A 正 μ 正 A 负 μ 负啊 μ 负。好，这就是什么？它的总的溶液的活度等于什么？等于每个离子的活度乘上什么？这离子数目啊，这次方，这个负离子活度是什么数目啊，就等于这样的关系了。我们讲 A 就像 μ 正加 μ 负嘛，那么这个 A 正也不知道， A 负也不知道，那么我们用一个什么，用一个 A 正负来代替到 A 正 F 啊，那么这里就变成什么，变成 A 正负 μ 正 A 正负 μ 负，对吧啊，那么也就等于什么， A 正负什么 μ 正加 μ 负啊，或者就等于 A 正负的吧 μ，这没有就没有加 μ， 所以这样的用什么？用个 A 正负来代替什么？代替我们的那个，代替我们的 A 负或者 A 正，那么得到就 A 的活度系数一端，就 A 正 μ 加 μ 正加 μ 负啊，就等于这个结果。那么由于 A 什么 ？A 就是等于什么？浓度乘活度系数，那么这样呢？这两面式子也可以等于什么？也都可以等于这个 A 正负就等于什么 ？M 正负乘这个伽马正负，这个那么这里带进去就等于什么？就是 M 正。要注意啊，这里浓度都是什么？都没单位的，都跟标准的浓度除掉了。这 M 正除这个，那么这伽马正，然后 M 正负是伽马负，对吧？那么这两个关系里面，浓度跟浓度的关系就得到这样的式子，就是浓度的 M 正负就等于什么？等于正离子的浓度。啊，标准态的浓度
成什么正粒子的数目次方，负粒子的浓度除负粒子的次方次方，再配什么微分之一来除。K 没有更好啊，这 K 没有更好，到这个结果。所以这样呢，因为离子的平均厚度系数，那我们可以什么？通过什么？通过冰的降低啊，啊，电势、电动势啊，这个啊溶解度等等什么等等来热力学形成结果。这个我们上一节都讲过了啊，都讲过了啊。那么这是什么呢？因为可以通过总的它厚度给求出来，总的厚度怎么？通过热力学函数变化啊，热力学函数跟理想原子之间差别变化，我们来可以看来求什么？求它的厚度，求它的厚度系数。那么而单的正负呢是没办法的，那么证明什么？通过 A 可以再得到什么 A 平均正负 ，A 平均正负，这就是我们这个讲的就是活度跟活度的概念，活度概念。那么我们也有给了两个例子来看看，因为这个计算呢有时候比较复杂，特别是啊，特别单位要注意的时候，很多人都把这个都漏掉了啊。这么一开好了，那么就是这缪次方，有时候开三次方，再开五次方，开到了。那个单位都开怎么开次方了啊，那么就麻烦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都是标准态的单位都要掉了，所以这样我看我们这个题目是什么，利用表刚才表的数据，我们求什么 0.1 摩就是重量摩啊的盐酸溶液中的是吧啊这个盐酸的活动啊盐酸活动和离子的平均活动啊，那么以及这 0.2 啊 ,0.02 摩的啊氢氧化镓的这个 K 离子的活动啊这个。那么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啊，我这里为什么举例子，就防止大家在实际计算的时候啊，把这些单位什么搞错。那你看，平均浓度等于什么呢？等于正粒子浓度标准态的啊，除下面，一般这个下面我们做一摩尔的啊，一公斤一摩尔的啊，除下面，那么把单位除掉了，那么这个负粒子浓度，那么这样啊，它题目是给的是 0.1 摩尔，那么上面 0.1 摩尔啊，每公斤的 0.1 摩尔。下面上每公斤一摩一掉了，那么单位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变 0.1 了，这个也变 0.1 了，零点一了啊，那么这两个比较简单，都是的，但是一比一的，那么这个平方开杠就 0.1， 所以这样的它得到的浓度是什么？还是 0.1， 还是 0.1。 那要注意，有时候像是 AB 型 A2B 型的那个离子对吧，那么这个开杠就开出来什么要开3了，所以开出来了肯定是什么？肯定数字不是这个很珍贵的，那没关系的，因为它这个定义就这样做了嘛。啊，然后我们在表上除啊去查 0.1 摩每公斤的盐酸的它的什么？它的活度系数，那活度系数 0.795， 那么这样来呢，就是说活度就等于什么？活度系数乘什么 0.1， 就这个 0.1 等 0.0795， 那就那可以了。啊，那么这是得到平均正负的。那再来看盐酸的，盐酸是什么？等于两个离子嘛，那么等于平方，所以等于 0.075 平方，等于 0.63 啊，这个没关系，因为这个最后做用来什么计算热力学函数的。好，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就是什么，肯定是往往用什么用平均的来代替的离子的，因为离子都不是很难很好求的。那么对上面这个氢氧化镓这个氢氧化镓的，我们也可以 0.02 摩的氢氧化镓，先求出伽马啊活动系数。然后来做活度等于活度系数乘上什么浓度，这浓度要注意啊，下面出标准态的，那么得到结果乘出来是 0.017 啊 0.17， 那么就是看它 0.2 的实际上正正起作用的没 0.2， 没 0.2 啊，这是一个。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活度跟活度系数在电解质溶液里面啊，我们关心的我们都了解的，那么对电解质溶液里面活度跟活度系数变化规律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点了啊，我们刚才还等会我们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你什么溶液越细的吧，它越接近液，这伽马我们刚讲的细溶液嘛，它离子没相互作用的，没相互作用的时候它就是接近什么，接近理想溶液的，就接近液啊。但是浓度增加的时候并不是说浓度增加是一维的一规的，一般来说浓度增加什么，它活度降低，但是你看这个也是它浓度增加活度降低，但是到浓度大于液的时候，它并不是什么，并不是一定什么小于液降低液，甚至有时候会到某一种浓度的时候，它会什么为伽马为大于液了。你看这个，你看到浓度10摩的时候，它伽马到20了，啊，对于啊这个这是什么？这溴化锂20，
那氯化氢也什么也二十了，那么甚至什么，甚至氯化钙要到不四级了。所以越大的时候它会超过一的。所以一般的，所以伽马特点是什么？在一般情况下，伽马小于一，浓度越稀，伽马越接近一，这是一般的稀溶液的规律啊，稀溶液。那么这个稀溶液是什么呢？是0.01摩尔的。那么这种规律嘛，伽马取决于什么？离子的价态了啊，伽马取决于离子价态。好，价态越高呢，伽马什么偏离液什么程度越大，偏离越大。啊，在个别情况下，伽马会大于一的，那就很浓的，很浓的是伽马大于一。那么现在我们一般讨论稀溶液，因为太浓液的时候，这个还没这个理论分析还没特别规律啊。对稀溶液来说，我们说这个伽马的变化主要是就是什么，由离子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啊，或者什么就是用离子本身是没关系的啊，本身关系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离子啊，它什么它的离子强度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那么后来就定义了一个叫离子强度概念。啊，定义了离子强度概念。啊，就定义了什么？定义的离子强度是这样的，等于所谓的离子强度等于两分之一，把什么？把所有离子的什么？它的浓度跟什么？跟电荷平方乘起来，乘起来。啊，所以它这个强度呢，定义怎么样？比如说这强度也可以用摩尔浓度的强度。也可以什么用一般的啊，就啊重量浓度强度，也可以用这个体积啊，就啊浓度的这个啊强度。那么一个就是啊，用重量摩尔浓度的话，等于什么？等于两分之一加和 mi，i 就是什么？它 i 中离子，包括正离子、负离子都一样的，都要加的。那么后面去乘什么？乘 zi， 所以乘 zi 没关系，这个 zi 是正的也好 ，zi 是负的也好都没关系的，它的平方。然后加起来，加起来。那么，如果你是体积摩尔浓度的话，那就等于两分之一什么 ？mi，ci，ci 啊，这就是我们定义的这离子强度啊，定义的离子强度。那么，实际上把这个所有加起来啊，所以以后离加离子强度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它是有单位的，它是有单位的，它有单位的。那么这样呢，我们说平均活动系数啊与离子强度的关系啊，后来什么？后来就是这个路易斯啊，他总结了一个规律啊，规律什么呢？就 log 伽马正负跟什么？跟一个常数 a 还有什么正离子跟负离子的值相乘啊，要注意什么？这里面什么有个什么绝对值的，因为什么？否则的话这里是负号，它这里前面已经负号了。所以这里那个，所以这是什么？离子强度开个根号，离子强度根号就等于得到什么？这路易斯的规律就是 log， 是吧？伽马正负的一个活动系数等于什么？负的 a， 然后呢 ，c 正 ，c 负，绝对值啊，在后面什么？在根号什么？根号 i 就是上面的 ，i 就是上面的 i。那么后来他得到的一般情况下 A 就是 0.509 乘什么，这里有单位的要公斤两分之一跟摩尔两分之一啊，这两分之一是跟前面这个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是什么没两杠的，一个取 log 是没两杠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什么，它是负的，负的。那么它这个值最大是什么？最大等于什么？等于零，是不是等于零啊？哎，负的数嘛，负的数就是最小嘛，或者是它的绝对值最小，这个数字就是最大的嘛，最大就等于零，零的话 log 零的话，伽马就等于一，所以这伽马总是小于的，啊，如果要伽马大于的话，就是什么？因为这是真的数目，这绝对是真的，这开根号肯定也是真的，真的，所以按照这个经验公式来说，它伽马是不会大于的，所以这个经验公式适合于啊，一般是还是有稀溶液的。你溶溶液的要大于的伽马，这它推不出来了，它都是什么？都是越来越随着什么？随着离子强度增大，它是越来越细的，啊，特别是离子强度，如果我们到什么到恒星稀溶的时候，那离子强度很小的时候，那么它就不到这个结果了，啊，那么我们来看，啊，这里也举个例子，啊，这个就简单了，这个例子实际上说告诉大家怎么算的一个办法，啊，但是计算0.1摩尔，这是什么？
啊，重量的百分，重量的摩尔浓度的，那么氯化钾啊和0.01摩这个什么的硫氯化钡的什么混合离子，还原的离子强度，那么这是混合的，那么所以把所有的都加起来啊，那所以讲前面是两分之一，那么第一个加这个什么加氯化钾的时候，你看这是一加一下的，所以0.1啊一的平方加0.1。 一的平方，这是前面的氯化钾的，后面呢，这个氯化钡的什么，先钡什么，它两价是一的，两，它浓度是0.1小的，那么要乘什么，乘11平方，就两的平方。那么后面呢，氯呢是两个氯离子，所以两方的前面，后面是一的平方，那么它做出来是0.13的那么的平方。所以这就是我们来讨论什么，讨论那个离子强度的概念。 那么下面呢，我们会来看看，就一些电解质的平均活度啊，跟这么离子强度的关系，跟浓度的关系啊，跟你说，你看浓度什么，浓度逐步增加，这里往这个方向逐步向少，所以它的这个活度系数什么越来越什么接近一，这是我们按照我们刚才实时算的，按照罗伊斯公式来算的啊，算的是这样啊，用什么？ 啊，浓度越大，它越稀越小，这个一些的过来，因为浓度越大，这个离子强度越大，离子强度越大，这个数值什么越负，数值越负 ，log 什么越小，所以肯定是越来越小的，越小的。但是我们说实验数据来看，比较幸运的时候，它比较接近的。你看这个很幸运的时候，你看这个基本上是计算的跟什么，跟实验呢很接近的，一个0.921。 那计算的是吧，都是928、928、926、927，啊，这是一个。那么两家的话，它就什么，计算出来是 0.5， 那么我实验做出来也差不多 0.57、0.57啊。所以在一般幸运情况下，它都比较准的。到这里来说，它是什么？随着浓度增加，离子强度增加，它这个什么伽马是减少的，总的是什么，它增加。像这个。 计算出来的时候，它是减少的，但实际上什么是增加了，增加，大部分都也是增加。那有的就是减少，也不少，这也增加了，这增加。所以随着浓度一超过摩1摩以上的话，那或者是啊，甚至一超过0.1摩以上的话，它的规律就不是什么按照我们这个原来就是罗伊斯的公式可以什么可以得到的规律了，可以得到规律。那下面呢，我们。 这是一个经验的，下面我们来讨论如何来解释这个什么罗伊斯的这个关于什么啊这个它这个离子强度跟什么活度系数的关系？为什么活度系数会跟这个离子强度有这么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们下面来讲一个什么强电介质的离子相互作用的理论，就是1923年的巴耶赫格他提出了一个强电介质理论。 用这个理论，它可以来很好的解释，啊，就是在稀稳的情况下，有活度系数为什么跟什么跟这个就是说，它离子强度有这么关系的，有这么关系的。好，那么我们，这个呢，我们要花点时间来推导一下。那么通过这个推导，我们是可以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那么，然后呢，这个推导呢，也是一个什么一个理论处理的方法，我们要学会这个处理的方法。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达巴耶赫格他提出来的理论，一定有假设，啊，一定有假设。他这个假设是第一条什么，强电介质是全部电离的，啊，所以这个他说这个是吸引力的。一般我们说吸引力都是全部电离的，啊，即使很浓的溶液的时候，啊，照理来说强电介质是电离，但是也可能什么这个电离平衡往返方向走，就保持一部分什么没电离的什么啊分子存在。所以这样呢，第一它是全部电离的，那么是吸引力的。 第二，电解质溶液与理论理想溶液之间偏差，啊，因为活度系数主要是讲偏差嘛，偏差主要来源于什么？离子的静电相互吸引，分子之间其他作用力可以考虑不起，啊，那么因为我们讲电解质溶液，啊，在溶液里面分子之间肯定有作用力，啊，还有溶剂跟溶剂相互作用，那么这个对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而对电解质溶液来说，这个里面占的比重就小了，为什么？ 我们说静电作用力肯定比反的话作用力，或者比什么，比这个就是说
啊，雷诺琼斯的这种啊分子阵列要强得多了。所以第二个就是说，肯定什么？他说我们主要是考虑什么？境内有作用点，而不考虑其他作用点了。否则其他作用点考虑就更复杂了。这第二个，第三个，离子之间相互作用势能小于热运动的能量。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有这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因为分子能够解离，你应该说什么？就是溶剂的热运动把什么？把正负离子什么？本来正负离子靠静电什么吸引住了，不同什么电荷之间是吸引力嘛，是吸引住的。那所以本来应该什么一个离子间是很强的话，是应该什么应该溶液不溶解的。它之所以能溶解，就是说我溶剂分子的热运动能把什么能把它正负离子打开，这么打开啊。所以也就是说，它的静电相互作用力要小于什么？小于溶剂分子的啊热运动的这个能量。如果你要大于热运动量，它就不解离了，啊，因为什么？因为它为之为解离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我的溶剂分子什么不断的什么冲击它，给它运动，把它解离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满足的，相互作用势能要小于在热运动的能量，啊，那么还有每一个离子实际上被一个一群什么符号相反的离子包围，形成一个什么离子缝，啊，实际上是它作为什么一个正离子，作为它有负离子也有正离子，对吧？你绝对不能说这个。所以在周围体系里面呢，有正离子有负离子，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它是正离子的，所以负离子更容易接近它，正离子不大容易接近它。所以一般情况下在它周围负离子的气氛要大于什么正离子的气氛。所以它这里就假设就是它被一个什么最后的结果，因为负离子大于正离子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它被一群符号相反的离子包围着了。所以这里面不意味着就没正离子，有正离子负离子，但是负离子应该多于正离子。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认为什么，它一个正，比方一个正电荷，它作为这个负的离子分包围，一个负离子一个作为是正离子的负分包围，这是它的一个理论模型。所以说要做理论推导之前，一般总是要有个理论模型来什么来解释。那么这样的我们推导才可以一步步什么一步进行。好，那么它的推导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大概有个思路，因为等我数学比较多了，那么可能大家有时候没有先有个思路。就一个对理想永远考虑，对理想永远所谓有偏差，它主要来自什么这个离子间的相互作用力库仑作用力，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好，那非理想永远与理想永远的自由能差，这自由能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将非理想永远的电荷如果转移至无穷远，就变成联想运动了。因为非联想运动是什么？它，我这里有正电荷，你这里有负电荷，啊，如果我把所有的电荷都拿走，那么我不是联想运动了吗？所以他是认为联想运动和非联想运动做所谓的差别就是什么？就是环境做功，把它的电荷都拿走，就回到联想运动了。所以非联想运动跟联想运动的它这个自由能的差别，啊，热力学上是差别，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差别在于环境做了功把它拿走了，把它拿走了，啊，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利用什么他自由能的改变来什么来做这部分功，来完成什么完成这部分什么就是说差异，啊，这是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因为环境对他做正功就等于他自己 做环境 复功嘛，是一样的，啊嗯，好，那么这样呢我们在计算这个功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活动系数，这是一个思路啊，但这个思路现在要抽象啊，我怎么知道？那么然后他会推导出这个事实来。那么这样呢，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关系啊。那么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原理，我们现在看这里如果有正离子，那么周围它有个什么负离子分，那么这负离子分怎么形成呢？那么肯定有个电势的啊，因为有个电势才可能保持这个负离子分啊。那么我来计算怎么计算这个电势。那我们这样来看，按照麦克斯韦分布定律啊，是设个盖体系的啊，因为盖体系什么啊，是那个它能量交换是很快的嘛，所以在 DV 体系中啊，我们肯定什么既有正离子有负离子，啊，在这个体系里面啊，最后的结果可能负离子要多于正离子啊。那么我们不能说只考虑负离子，我们正离子负离子考虑。那么然后呢，我们来求这个 low， 就在这个 DV 体系里面。
它的什么，它的电荷密度是多少？因为有了电荷密度，我们马上可以什么，用什么泊松方程来求什么它的电势了。那我们看，那么这样呢，在这个体系里面，这个 dV 体系里面，它的正粒子数目是吧？或者我们的正粒子数目比正常要改变多少啊？就啊 ，dN 应该等于多少呢？应该等于整个溶液里面的正粒子浓度乘上这个体积，那么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它什么？它应该是平均浓度，就是什么？就是 N 去乘上 dV。但实际上，它能啊，因为有能量关系，它跟什么？跟平均的浓度不一样。为什么有能量关系呢？因为有个电势 phi， 有电势 phi， 有正粒子对它有什么？有电势影响 phi。因为有了 phi， 所以它的能量什么？等于粒子数等于什么 ？N 去乘上什么？一的什么？一上面是什么能量除什么 kBT 对吧？这是我们配分函数的时候，它这个配分配是负的嘛 ？EI 除什么 kBT 对吧？负的 kBT， 这个 I 就是什么？就某一个 I 粒子它所具有的能量，能量不同，它粒子数就会不同了。这就配分函数嘛，在我们这个讲过这个啊统计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它的粒子数为什么有变化啊？不是平均粒子数。就是因为它有个能量，如果这个能量没有等于零的话，大家能量差别等于零的话，那么就是平均了。那么为什么不等于零？因为有电势，电势。而这个正粒子自己又有电荷，这个电势作用在这个电荷上面，那么就产生一个能量。这个能量使得什么？它粒子数就重新分配了。那么这是正粒子的能量，这是负粒子能量。要注意的是，书上呢把这里写成正好了。那当时可能写正好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把这个 z 什么 z 用一个绝对值来表示，啊，绝对表示，那么这样呢，我这里就正好了。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负 z 嘛，它本来是负能量嘛，负能量，这个负能量，那么然后我这个 z 是负的 ，z 是负的，那我现在把 z 都用正来代，那么不是变成 z 了嘛？就等 z， 负 z 就等 z 了，对吧？但这个 z 是绝对值了，所以。我想想，还是我们用什么？用这样的，还是用这里用个负号，这个 c 就让它负的。所以大家记住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c 正什么？是正则 ，c 负呢是一个负值。要记住啊，虽然它是个负号，但是这个数字代表正的啊，正一啊，正二，这代表什么？负一啊，负二。所以这样的呢，我们这个能量还是用负号表示。所以我这里用红的圈出来，就跟书上有一点点差别。你可以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记一记。好，那么这样的呢，你看这个能量什么，这个能量是低的，是负的对吧？因为 C 是正的， E 是正的，这个是 plus 是正的，所以这个数是正的，那么乘以负号是负的，所以只是 E 负的，下面是 E 正的，那么也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因为什么，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说哦，哎，这是 E 负的，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说这个正电荷什么肯定少了，是吧？因为什么？上面一是指数负的，那么它是小于的啊。因为我们说一的什么零次方等于一吧，一的负的德尔塔次方是吧？应该什么？应该小于吧？一的正的德尔塔次方应该什么？大于吧？是吧？是不是大于吧？这关所以这样呢，我们看我们这个 dN 什么？这个 dN 什么 ？N 什么？一个小于什么？小于它的。因为上面是什么？这是正的，是一个负值，也就是说，它的正电荷数是少于什么平均电荷数的 ，n 的。那么负电荷数呢，是要大于这个大于的，所以大于什么平均电荷数的。这个两个是什么？就平均的电荷数，就是我们整个溶液里面平均的浓度是多少啊？所以这样呢，这个是小于的，这个大于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总的电荷是什么？是应该是应该负的，是不是？好，那么我们这是我们脑子里做的。具体数值我们不去管它。好，然后我们在总的电荷应该多少呢？总的电荷应该什么？应该是电荷乘上什么？因为这是正粒子数了，正粒子数变化数，那这个正的数乘上什么电荷数？一个粒子电荷数，还有什么？一个是负的电什么？这是什么负的电荷数？这是加了啊。我们数上也是要用的减啊，数上减的理由是把什么？把它看成正值了，那么变成减了。那现在我不管它是负值还是加，
那么这样一来呢，它的电荷密度将来出来什么？正负就看了，如果出来是负的，那就负电荷多；出来是正的，是正电荷多啊，那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就得到这个卢了。那么卢就要做这个单位体积，那么把这两个 n 用上面式子带进去，那么马上得到这个结果了。啊 ，dv 跟 dv 又掉了，那么 e 还保留在外面，那么这个 c 乘乘上什么？上面这个数啊，就 n 乘 c 乘啊，这个什么？这个是正电荷的贡献部分。再加上什么 n 负 c 负，那么负电荷的贡献部分，这就是我们得到了卢就卢啊就卢，因为我们要求普赛啊，那么先必须求出卢来，然后我们可以来求出普赛啊，先求出卢。好，那么我们说，在吸运中离子相互作用性能要小于什么任运动能量？刚才我讲了，是吧？因为如果大于任运动能量，那么溶剂的任运动就无法把什么把离子打开，能打开的话，它肯定小于。所以也就是说它的相互作用能就正的跟负的相互作用能要小于 KBT。那这个绝对值了要注意啊，是因为它是负值啊，本来都小于的，那么它的绝对值还正值，所以这个绝对值也是小于 KBT 的。好，那么这样呢我们来看这个数，看这个数。啊，那么我们又看卢了啊，卢就等于什么呢？ E 的 N 正 C 正乘上 E 的什么啊，上面指数是什么负的 ？c 乘啊 ，e psi 对吧 ？kbt 啊，这是我们那个前面一项的，前面一项，后面一项什么加啊加 c n 乘 n 负 c 负，然后呢 e 的什么负的什么 c 负啊 c 负。一不在啊 ，KBT 啊，那我们不去管它，就是它肯定负的，这个是负的数字。那么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它小于 KBT，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 ？Z 哎 ，Z 这个我们去对策的，到 Z E A 不在对吧？除 KBT 对吧？因为小于什么？因为它小于 KBT， 所以小于 KBT， 它就小于什么？小于 E。好，那么我们把上面把它设为什么？设为一个 X 的话，设为 X 的话，那么 X 等于什么？等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 Z 啊 E psi KBT 啊 KBT 啊。那要注意的是，我这个 X 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一个小的数，那么但是这个用了 x 以后呢，你要注意的时候，因为我们应该什么呢？应该用正的，也要注意，这里如果用 c 的话，那你这里要注意一个符号。好，那么这样呢，我们又把这个结果，我们就可以来摊开一下，等于什么呢？它就卢就等于什么？等于一的这个向 n 正 c 正的吧，正去乘上什么？乘上。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就等于 e 的什么 ？e 的 负 x， 是吧 ？e 的负 x， 因为这是什么？这是 x， 这是 e 的负 x 嘛？所以 e 的负 x 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一减 x 啊，一减 x 啊、哦。那么它又等于什么？等于一啊一，然后减 x 等于什么？下面是一减什么？减这个是 c 乘一不塞。啊，这是一项对吧？一项，然后再加上，这是加好加上后面什么 n 负 c 负，然后什么？然后是一减，也是一减啊。注意，因为这个一减后面一减是什么呢？是所以这个是 c 负了 ，e 的啊，没关系，因为 c 对吧？如果你看到这个绝对值的话，把它符号拿出来，这里边正好。这里变成了就是什么？就是用这个来 x 等于一加 x， 啊，这两个一样的，这两个展开是一样的，反正这个上面有一点点符号是没关系的，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结果，啊，那么这样就得到前面像什么？前面像是 e 的什么？前面像就 n 正 c 正加
N 负 C 负，这样等于什么？这样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第二个平衡嘛，啊，我这个是负的，是吧？如果我们这样子，大家是正向，一个正向，一个负向，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 N 什么？业乘什么？正业，一个是什么？业乘负业，加起来等于零，啊，如果两家的话是什么？就是倒过来一样的，一乘二，比如说二乘一，啊，就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要保持第二个平衡呢，这个肯定等于零的。那么留下来是什么？留下来是等于负的什么？这两个相加，啊，负在这。那么这两个相加，我们得到什么结果呢？就是 KBT。那么然后这两个都是负号。那么但是要注意，你两个负号没关系，前面有负号，这两个相乘什么？等于 n 正 c 正平方 e plus i， 对吧？那么在后面加上什么？这个一项是什么？加上这是什么？这是负号都拿到外面去，这加上是什么？是 n 负 c 正平方，然后呢 e plus i， 不是啊，到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由于这个一层层进去是平方的，你不要考虑它，这个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啊，无所谓。所以这样来呢，这个等于零了，这个等于，所以最后得到什么呢？得到下面的 KBT， 上面什么？上面一平方。啊，然后是帕萨 平方，帕萨一平方帕萨后括号里面是什么呢？就是说 n 正 c 正平方加上 n 负 c 负平方，就大致结果了。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最后得到结果是对的啊，是吧？这样我们能用的这个得到结果逻辑是什么？负的，你看负的啊，这里有负号。拿到这个负号拿到这里来，这里负的，是吧？负的一平方 plus i， 下面是 KBT， 然后得到什么 n 正 c 正平方加上 n 负 c 平方，啊，所以用了这样一个就是说啊，展开就是这个原理什么？说开始讲啊，就是这个结合能要小于什么？这个 KBT 的道理是什么？啊，因为它这个电解溶液，它能够既然能够溶解，啊，而且全部溶解，它一定要小于它，啊，不要它。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什么？得到了铂，啊，如果铂里面含多种电解溶液，那么铂应该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这个结果了。如果铂含多种电解溶液，我们找铂就等于什么？负的 KBT 一平方 plus i 啊，下面是什么？加和就是 NiCi 啊。那么这个就实际上相当于有点像离子强度的形式已经有点出来了，样子出来了。那么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来讨论这个接下来的那个。